需要老师帮你看手相、面相、八字等，了解自己的感情、婚姻、事业、财运，可私聊老师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，在手相中的事业线，就是从手腕以上有纹路伸上中指的根部，若是此线弯曲或是断断续续，则表明此人的事业运势不好，容易遭受磨难，在创业的过程中会有不利于自己发展的因素，意志力不坚定，赚钱的能力不行，生活上很难有好的发展潜力，日子不顺，所以事业上一定要能够清晰深刻才行，纹路越是深刻，财运越旺盛，日后一定能够发达赚大钱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